今天会下雨，然后结果出太阳，天气很好，所以我就临时决定要去动物园。动物园在兰里，然后我从来没有去过，所以就想说去看一看。这个红绿灯绝对是坏掉了，我们等了两个红绿灯，我们都没有绿灯耶，超奇怪的，我们永远都不会绿灯。一个人来动物园好像是一件很边缘的事情耶，我们先去买票。他可以网络购票或是现场买票。学生票是27块钱，然后停车费还要另外加8块，然后再加税，总共36块多。哦，他帮我开门，我根本没扫。进来是一只三角龙，来看一下地图，看起来还蛮大的。我现在在左下方，先去看长颈鹿，然后我最喜欢的狮子，然后绕一圈回来。这里让我想到孟加拉动物园，只是它的票价真的台湾的好多倍哦。我来看看这里的零食有什么，披萨、热狗，好美食哦。有一个小公园。他还有租这种家庭脚踏车，这价格我真是惊呆了。这里是搭火车的地方，我刚刚在外面看搭火车好像也是要钱的。还有一个这个小火车的标志，好可爱哦！还有铁道在动物园里面 ，Rhinoceros， 这个单字也太难念了吧。犀牛，它是南方白犀牛。它在睡觉吗？它耳朵会一直动哎，好可爱哦。嗯，哇，好可爱哦！它们好高啊！Take a dance. Hi, baby. 他们在干嘛呀？好可爱啊！它好漂亮哦。吃草叶。There's no flowers yet, but I drove by and I like had a double check and I'm like, oh my god, I'm like pretty much like 90% of the enclosure there is dead. As soon as they start blooming, I'm gonna go.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个家庭哎，看起来很像一个 family。是我最喜欢的狮子耶。的尾巴。是老虎。老虎在那里。它是西伯利亚老虎耶。其实我觉得动物园的动物都好可怜，它们虽然。一辈子衣食无忧，但是感觉就是住在监狱里都没有自由，好可怜哦。这只猪猪叫做啤酒肚猪，哎，也太好笑了吧！真的是这样翻译的吗？而且我没有看到它的本人呢，
该不会太胖被抓来吃了吧？ Jaguar 美洲豹，它是不是就是黑豹啊？好帅哦！这好像是我第一次看到黑豹耶。还要走去哪？好可爱哦，它还跟上。那是什么东西啊？可能有点像老鼠，又有点像兔子，腿又长长的，是袋鼠吗？有这么小只的袋鼠吗？而且你们看那个栅栏那么矮，一下短腰就跳出来了。这个椅子也太可爱了吧，是一个小蘑菇哎、欸。这羊驼好好笑哦，它们长得好可爱。一小一中一大，这到底是什么生物啊？它长得好奇怪哦。还很多人骑脚踏车耶，沿路上都有人在骑。Capybara 水豚。刚刚看到动物叫做这个马拉，它是什么啊？它居然是天竺鼠的其中一种，好可怕哦！它长得没有那么像老鼠，我觉得有一点像袋鼠。不过我现在知道它是老鼠以后，我就觉得很可怕。我不是很喜欢鸟，但是这里有一些 flamingo。红鹤，袋鼠，小小只的，不像那种会打拳击的袋鼠，好小好小哦。Hippopotamus， 好难念的单字哦。我刚刚很认真在里面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河马。然后呢，我就发现他在我旁边，好大只哦，感觉他在睡觉，而且有两只，有看到吗？他真的眼睛闭起来在睡觉耶。这也是美洲狮，他在这里，超级远。还有一只在旁边的笼子里。这个火车的隧道也很可爱。我在考虑等一下要不要去搭火车。那我们来这个帐篷底下吃点东西。我带了自己的便当。来动物园吃，很像校外教学的感觉吧？怎么有点凄凉啊？看看人家快乐的一家人，再看看我，不管了，我要吃了。我吃饱了，然后我带了这个迪士尼买的装水壶的，继续看动物了。那好像是花豹哎、欸，啊，它躲起来了。好帅哦！这里还有另外一只，他们一直跟对面的那个黑豹看互看。它的英文叫 Snow Leopard， 狮子。我走了好久，然后我才把。这一圈走完呢、欸？哎、欸，对，这边我都还没有看到。
Cheetah， 我记得这是我哥小时候最喜欢的动物，猎豹。啊，猎豹嘞，在哪里？让我看看。没有哎，我找到了，它在那里，看到吗？好小一个，这里，这里，小小的，而且它没有很大只哎，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很大只，它才能跑那么快吧。这感觉是羚羊，因为还有那个像 C 一样的角角。它们的名字好可爱，就叫做大角羊。怎么那么好笑？拜拜 ，Big Horn Sheep。这好像那个魔法公主里面的那一只神兽，是魔法公主吗？反正就是宫崎骏的某一部。哦，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动物哎，这里有好多我没有看过的动物哦。它叫做 Rocky Mountain Goat， 它该不会就是那种会在就是那种断崖上面爬的那种山羊吧？是小鹿斑比耶，在美国大峡谷看到的。他嘴巴还在吃东西。又有一个我没看过的生物了，它长得有点像鹿，可是又有点像牛。有点像马，它是什么嘞？它居然是 caribou， 它是驯鹿哎，它长得一点都不像驯鹿，它居然是驯鹿，这样什么修图前跟修图后哎，还是因为它没有脚？这里有 elk。他要拿枪射他 ，biu biu。哦，这个是美国的麋鹿。我觉得这个动物园的缺点是，因为它都是用这种就是铁丝围住，然后他们的动物的栖息的地都比台湾的动物园大很多，所以你就比较难看得清楚动物跟拍照。可是我自己是觉得这样比较好，就是给他们比较大的空间，他们已经够可怜了，还关在那么小的地方，所以虽然没办法看得很清楚，但是我觉得有看到就好。让他放一些他们很久没吃过的食物，然后让他们等一下可以出来玩跟出来吃。这三只灰熊都才三岁而已。好期待他们等一下出来哟、哦！哇！啊！好可爱、啊！He's probably only about 400 pounds right now. And then Scout and Huggy Bear will probably be around 400 pounds as well. For climbing, so they're super sharp on the ends, unlike these guys, which are more flat. So they can crawl up a tree just in a couple seconds, kind of like a big cat. Grizzly bears are found in BC, Alberta, Yukon, Northwest Territories, Alaska. They live in large, relatively undisturbed land. There is unfortunately a cl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struction and fragmentation of their habitat and a decline in grizzly bears. They are only found in 2% of their original land range. So just unfortunately with more people, there are less grizzly bears, less room for them. So the best way that you can help grizzly bears
is to be bear aware when you go into bear country. Give them their space and leave no trace when you go into bear country. Does anyone have any questions? I'll answer anything I know. Interested in that? Thank you. They require human intervention in order to survive. This is a big他看起来很生气。应该假恐龙园区。这些英文太难了。这单字谁会啊？念不出来。这好像侏罗纪世界里面的小蓝哦，这是迅猛龙吗？还是这个才是迅猛龙？哎呦，吓死我了！我真的被吓到。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耶，他们在拍那种恐龙电影的时候，他们怎么知道哪只恐龙的叫声长怎样？又没有人听过，搞不好恐龙根本就不是这样叫的啊，搞不好是喵喵。如果我是那只小恐龙，我早就跑了，跑在这边跟它叫。怎么很像打呼啊？我喜欢野狼，这有灰狼，在那里好可爱哦。那里也有一只，放大一点。好可爱哦，它这人有点胖啊。那里还一直很慵懒的，又来了一只。还有红狐，可是我也找不到，没有看到。这里写骆驼啊，里面住的是羊耶。这里真的给人一种很放松的感觉。这动物园，我要把它取名为寂寞动物园，一个人都没有。这么长一条路，就我一个人。驴子。Zebra.
这个动物园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厕所很少。走完一整圈，我只看到一间厕所，就是在入口。但是我实际走完，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的，因为我看到蛮多我没看过的动物。不能说好玩，但是挺新鲜的。上面有个商店。感觉今天看到最可爱的还是这只熊熊。好了，玩完了。结束动物园了啊，现在要干嘛嘞？回家了，我想要睡个午觉，好累。With the darkness, but yes. Enjoy. Thank you. 吃完了，我觉得意大利面蛮好吃的，然后那个蔬菜还好，然后服务很好，我应该还会再来。回家喽，拜拜。